今天是来南非的第三个整白天啊，它有两个 option tour， 一个就说是那个坐那个 cage 笼子沉到底下去看鲨鱼，那个看的几率不一定很大，我感觉好像没什么太大意思。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就说是去那个弯叶的葡萄园去品尝葡萄酒。那么这个以前的话，在阿根廷啊，还有在那个其他的一些地方都参加过，估计行程应该风景也还是很美，风景如画。但是呢，有了那个体验的话呢，我们就不想去。我们今天主要的话呢，就是睡个懒觉，然后吃个饭。我们重新 reschedule 了一下那个今天去 Robin Island 的才是11点，所以我们一会儿呢打一个 Uber 啊，去那个 Waterfront 那边，然后从那儿呢坐 ferry 啊，坐到罗宾岛参观一下那个曼德拉那个住了17年还是18年的那个监狱。再说一下我们这个小旅馆，非常喜欢。它可能按级别也就3.5左右，但是我愿意给它5星，因为呢它的装饰装修啊，那个被子都很舒服，各方面都感觉很满意。它这个插头，这个是优标插头都有。然后呢，这个可能是它当地不知道是叫是什么，是这是 C 插头，那么这一个是什么 N， 一个是 M， 这全都有。然后这是 USB， 那么这是快充线 C。就是特别方便，各种方便。你看它的这种插头，这可能是南非的一种当地的大粗插头。而我女友刚才提醒我说，还有一个最好就是离海边步行2-3分钟，就到了，从阳台都可以看到那个海边，所以非常方便。我们这是 C Point， 那它这块的话，地理位置好，然后另外的话，相对也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区域。另外我们坐车的话，看到那个旁边就有一个叫什么院。桃苑那个中餐馆，我们准备今天晚上去试一下。现在是早晨8:30，整8:30，一会儿呢，我们那个下楼吃一个早餐。他的那个小洗手间干干净净，晾着内裤，晚上洗了，第二天就干了。今天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一天，看窗外的阳光特别灿烂，感觉有小70度的样子。住的房间，你看它那门506。房间怎么样？这个啊，好，这个被子好像是新的，我很新鲜，还有葡萄柚，这是我喜欢的。没那么爱吃这一块，它那个 cheese 也其实都很新鲜，这块天天都不变。这是鱼，稍微有点腥，但还可以。一会儿盛一点 cero， 牛奶 cero 里面有蜜麻籽、葡萄柚，这是我爱吃的。这是早餐，没有太多选择，再吃个面包。这是我女友帮我叫了一个大杯。正好在这儿吃那个早餐，就说一下昨天晚上那个 African Dinner Night， 就是昨天晚上吃非洲餐的那个餐馆。我觉得那餐馆布置各方面还很不错，它很大啊，那么能成好多大团，就是非常热闹。实际上呢，你不能对它的表演有一种很专业的要求，就是说大家在一起凑个热闹，品尝一下非洲的一些食品哈，我觉得就可以了。然后我觉得它那个食品的话呢，我都很喜欢，除了它那个 Spring Bog， 就是一种小麋鹿的那个麋鹿做的那个小碗的肉丁，还有它做的那个 Samosa， 就像日本那种三角，它称为是马来食品。那个的话我稍微对它的味道就是感觉没那么喜欢，但是比如说像它那个鸵鸟肉的话呢，其实就跟好吃的那个牛肉一样，我觉得它鸵鸟肉蛮好吃的。然后说是看动物啊，吃动物好像是有点内疚，但是你考虑一下，就是说他吃他们当地这个动物肯定都是有一定的历史了，就像你去看那个海鹦鹉，因为海鹦鹉特别多，然后他们也有，就是说像冰岛什么都是吃海鹦鹉，那你觉得也是有点内疚和残忍哈。还有就是吃那种那个比尼 pig 那个小荷兰猪，你也觉得残忍。实际上他们都是当地把这个呢当成了食物，都上百年上千年，所以的话呢，我觉得从这点来讲的话呢，不必内疚。因为我本人的话呢，我可能也许没有那种内疚感哈，就是觉得这个肉如果是他吃的话呢，肯定是有就是说被吃的道理。那么我就去品尝一下，看这东西好不好吃。那我感觉鸵鸟肉好吃，因为以前还真的没太吃什么鸵鸟肉，吃过鲸鱼肉没觉得特别好吃，吃过马肉，马肉非常好吃。海鹦鹉呢，因为它是生着做的，所以感觉有点恶心。但是呢，整个我觉得它那个非洲的那个小食品非常好吃。还有一种就是它用那个 garlic 茄子做的那个 sauce， 我非常爱吃。它的那个烤鸡烤的非常非常嫩，也很香。还有它的那个非洲的那种面包囊一样的东西，那个呢也是我非常喜欢吃的。其实它那个非洲的话也是受各个国家影响，不纯是非洲的食品，所以它那个食品的话呢都挺好的。而且它量不是巨大，然后做的还算是精细，那里的气氛呢我感觉非常好，大家都很欢乐。所以我认为呢，
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会选择这个 Africa Dinner Night， 我觉得值得一去。它的奶蛋比它那个 cappuccino 做的好吃，好喝。我的蛋的 omelette， 你看我们后边的话就是这个海岸线，我这打 Uber 之前我先快速走一下这海边，给它这块海边大道这块给它照一下。实际上是出了旅馆，左手边走一分多钟，不到两分钟就可以到那海滨大道了。然后过两个马路，它一个主路，还有一个侧路，然后可以沿着这个它那个海岸线还蛮长的。你是往那边走是吗？啊，它这海岸线非常长的，我知道，但是没必要走那么长，傍晚还可以走。但是海滨大道，特别长，这海岸线。一直就是都是海。我们10:16打上一个 Uber， 我呢把我耳环呢给换下来了。刚才那个听着那小朋友说，哎呀，你这耳环好漂亮。我说也就三个美金，因为我把我那个稍微贵一点那个水晶的那个耳环呢给摘下来了。因为我们要去那个 Long Street 或者第六街，还有那个他那个著名的那个商业街那块呢，小偷乞丐什么的抢东西的比较多，所以呢穿的便宜一点。开出租，我们出租 Uber 的非洲小黑哥。查了一下那个 Cape Town 的天气，现在是63度，过一会儿的话呢就会变成65度，但我自己的感觉应该是在67-8度左右，就是外边实际的感受。这边有一个缆车，圆的缆车，轮转过来就是，那是 Victoria， 叫什么？瓦佛。昨天下午在那个 Waterfront 的话呢，它也有 The Moor， 就跟美国的那 Moor 吧没什么区别，但是呢我觉得没什么可逛的。当然它不能和那个 Shopping 的那个就是 Luxury Moor 相比，所以那个呢你就穿过去没逛。但是它那个卖艺术品的各种小店啊，手工品，我觉得蛮值得看的。虽然那个东西你不一定要买，因为确实很贵，都200-300，好几百美金那种，但它就是上千 Rand 哈。还有那个衣服的话，动不动也就是都是100多，虽然是纯棉的，很好，很有非洲风情的当地特色的那个服装啊，服饰手工制作我觉得欣赏一下还蛮好的。它有很多那个玻璃珠制作的那种非洲的各种动物。所以从我们旅馆打一个 Uber 的话到这儿是8分钟吧，应该是8分钟。这里就是这个，这好像就是这个吧，我怎么觉着是 Mosque， 店不高档，人家马上我们一进来，昨天没逛这边，没走过这边，所以的话呢一下就可以出来一个 Dolce & Gabbana 还有 Louis Vuitton。 刚从后边穿过一个 Moor， 现在呢再过一个桥到那个 Ferry 那边，后边这个话就是那个 Moor， 直接穿过来从那个出租车下车的地方。这是警察 Hello。 那个 Victoria Hotel， 看着那个标志还有那个塔，就往那个红塔和那个hotel 的方向走就对了。你昨天在这儿都穿过啊？票的 information， 然后下一层，这就是上船的地方。我特别好玩，我把这张票昨天 reschedule 到今天10点的票给落旅馆了，因为这特别像一个普通的收据。然后呢，幸亏它是实名制的，所以我赶紧赶到这个port pier 这块那个卖票的地方，我说我把我的票落旅馆，再给我打出一张。然后很快就给我打出一张，其实还不错。对，是挺好的。我觉得也没 sense， 这破东西就跟那个普通的收据似的，发票收据。行啦，上船啦，10:45上船。我们这个叫什么？这就是 Robin Island 的。好，这个就是 Robin， 你上去吧。Robin Island 的那个船。现在是10:45，我们现在已经坐在了这个 ferry 上。我们买了一个票，大概是多少钱啊？35好像是哈，35美金和它包括所有 Robin Island 的邮件和一些参观的 guided tour， 所以还不错。摩天轮了，到这儿，我们就刚才是从那儿走过来的，走了差不多有10分钟左右，走到这边。所以我们那个星期天的话 reschedule 是对的，因为奥尔的话呢，星期天我看的时候呢，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那个网上都没票，你只能就是说实地在 pier 这块买那个 ferry 的票去 Robin Island 的票才可以。上船的话，他要查一下你的护照，他主要是对一下名字。当然，你要把你的护照呢，就是照一个照片在手机里，包括你的美国驾照的话，照在手机里，他看一下也就让你过了。今天开始开动了。
在座位上不能够到那个舱外，因为舱外也没有很多余的甲板。从 Waterfront 到那个 Robin Island， 跟它那个船程大概要半个小时左右，并不短。现在可能就可以下船了。现在是11:42，现在开始下船。我估计下船都得下个10分钟左右，因为它是分批下。我感觉我们那一天就是我决定就是说 reschedule 他的那个船呢，还是一个很聪明之举。因为我看到我们有同团的人，他们想去，今天只能等人家退票，但是机会会非常小，因为他网上头3天的票就不再卖了。你要现场买的话，也要提前1-2天订，提前1-2天的票，就是说今天订，明天或后天的票还可以。就从这儿这么吃过去，跟一个监狱似的，整个就围起来了。Pier 这个水还挺绿的。后边这个就是我们坐的船，从这个船上下来的。另外刚一上岸的感觉，出来的是下船的，往回走的还是上船的，这块的整个都是围墙。第一批来到 Robin Island 的犯人是在1962年，反正他就直接让你上那个大巴，他这可能又是一个罗宾岛的大巴 tour。 写着那句话就是说 Dinstan Mads Trots， 好像是不是什么一个谚语之类的。刚刚用的那个 Mads Trots 是荷兰语，就是说我们很骄傲的为您服务。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morning. How is everyone doing this beautiful day? That's great. Welcome to currently standing where we are. If you just look on your right hand side, the structure is called the Visitor Center. That's where all the ex-political prisoners used to be visited by their loved ones. They were allowed to come each and every 6 months. That means it was only twice a year. As they will be here at the Visitor Center, they were actually not allowed to speak. It was recorded as well as it was being monitored. Once agai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structure that you see on your right-hand side, it's called the Maximum Security Prison. It was built in 1961. The stones were taken from the Jan van Riebeck Quarry as well as the Bluestone Quarry. That's where the second phase of your tour will be taking place after the general tour around the island. Coming all over from South Africa, placed on Robin Island in 1846. The maximum security prison was definitely built on top of some of these graves, with plus minus one.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when I said they will be arrested, they have to spend 6 months in prison. He's been arrested so many times, but I'm just going to show you one of the page, how it looks like. So the policemen will definitely arrest them, and they will to the village of the island.村里罗宾岛内部的一些植被，然后哎，这儿才开始有点美。其实它的植被没有什么好看的，都是灌木丛。现在的话呢，就到了海边上。海边上呢，有一个村子，教堂。I'd like to welcome each and everyone.The church, we use it once a year on the 14th of February. We all know that day we do celebrate the Valentine's Day. On Robin Island, we have a tradition that takes place here. We allow couples to come and get married. To make the booking, you can definitely use our website, or you can go to any home affairs that you'll find in Cape Town. Find children and only 2 teachers.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decided to close down the school.看那建筑，它是一个学校，但是今天的话呢，即便是岛上的孩子，也鼓励他到那个主要 mainland 上去接受教育。We are definitely going to allow everyone to take a 5 to 10 minutes break. No African time. It's going to be a 5 to 10 minutes break. No African time. By Alpha One, just make sure you do not go over the fenced areas. 下了那个 bus 第一站。离海边，让你走过这个铁锁链的地方，因为它要保持罗宾艾伦的原生态。想排队了，我就他们谁愿意去照一对一对的，我就给他们照就完了。但是这么多人排队，当然也有人不感兴趣，下来就感兴趣。Little Mountain， 那个罗宾艾伦的看啊，它的 World Heritage Site 一个相框，那么这个就是 Little Mountain， 岛上很凉快，这就好了，凉了。太热了。It might take them 30 to 45 minutes. The town that you see on your right hand side,
It's called Diplo Vestrand, which means Diplo Mountain. It's only 7 kilometers away from the island. Where you are coming from, which is back then in Cape Town, it's only 12 kilometers away from the island. On Robben Island, we have animals that were introduced by the humans. You will find 3 kinds of antelopes, which are the steerbok, the springbok, and the fallow deer. Can you all try to say that too? It was built by the ex-political prisoners. They made it in 1969 with the help of the Indian community. It was built after the death of the bus. 车以后周边的景色，刚才从那个 Robben Island 隔着那个海是可以看到那个桌山。其实桌山在它的室内任何景点都可以看，所以呢，觉得 Robben Island 的是那种，就是说你没来呢，你肯定遗憾，但是你来了也觉着就那么回事，因为它岛内都是一些什么监狱的房间啊，过去的，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景色。就说如果你万一要来不成，没订上的话呢，绝对没什么遗憾，在网上查一查这段历史也就够了。要控制任何景点儿，再赚钱也要控制。进另外一个地方看一下，这是那个球赛，是罗马尼拉的鞋子。还有一边就是书信往来的办公室，都由这里的管理方外边收到的信函。这是不是以前的墙？不会是最原始的，是监狱的话都是很简单的设施，有一个狱头，就是从这窗户来观察曼德拉的一些行踪，他们还有一些窃听的装置装在灯上。这是这监狱里面的一个诊所。医院的一个厨房，接着治疗室，有的犯人会戴着手铐接着治疗。隔着窗户拍这个照片，真是不理解。这是好多犯人瘸子拐杖、拄着拐杖，犯人的一些绳子有的会被抽，勒着他们，可能是防止他们动的。是一种隔离间，要是传染病犯会带到这里，防止传染给其他的狱犯。这个是不是原来被犯人住的？那个小黑屋的话，这儿有一个中庭的庭院。刚才就是从这门口出来，众多的小黑屋，然后出到庭院向右转，又出去了，有人招呼我们出去。围墙是不是执行枪决的地方？我不理解，有人居然站在执行枪翻的地方拍照，而且还微笑，十分不解。我后边这个就是犯人接待室，然后他们一进来的话，就把那个手铐什么的去除了，去除了以后，然后要发那个犯人证。他们有级别 A 到 D，D 最低，然后 A 的级别最高，然后旁边那个呢是发生的衣服都没有内裤。所以我现在参观的这个大的庭院是当时是不是曼德拉他们被关进来的时候还没有存在？他说那个这个 courtyard 的这个中庭的话有桃树，有葡萄树，大家可以在这儿打个网球什么的啊。他说，这些树是不是有一个叫什么 Eliza 什么种的？人就是告诉我们，领着我们，赶紧抓紧看，不要耽误时间。It's called that in the 60s, because in the 60s, those that were kept in the single cells were not allowed to work outside this area of the prison. The reason basically was that they were considered to be dangerous and a flight risk. So. 我一直不明白，之前没有跟那个监狱的房间照相是什么感觉，或者是什么目的？纪念，没有什么机会。刚才那老头他就是学生时代高中的时候就是被关进去，可能也是因为那个庭院吧。然后他就给我们讲他在监狱，他们犯人要求提高生活的品质，包括床、地板，还要求那个淋浴的水不要是海水，要有冷的水，温度是。他讲的挺有意思的，还包括就说是特殊的节日啊，不是那个当局给他们很那个特殊的好吃的食品，而他们自己凑份子，然后用这个钱到市场上托人去买一些就是过节的食品，然后大家呢安排一下那个食谱，然后做，然后大家一起这些预饭一起来吃来庆祝一下。
经营局也不能登记。所以它这个罗宾岛的这块呢，整个就是一个 guided 的 tour， 就是有人领着，自己也不能随便在这里瞎转。哎，它罗宾岛的这个监狱参观吧，没有那么沉重，像去参观那个奥斯温辛集中营那里的那个 guide 呢，都特别悲痛，一看他都很抑郁。这里的呢，这个黑人老头呢，他讲话呢，就说还蛮那个风趣的，有时候还时不时的幽默一下啊，所以就说这点感觉就还可以。但总之来讲，参观监狱的话，就是心情不是很好。军官的制服，哦，这只有白人才有一个网状的一个什么 blanket， 哦，它叫 blanket，net blanket， 这得查一下。这是他们那个监狱里面的，这是练拳击的。Hard guard, hard ass。 这块又一个中庭，监狱的围栏，这可能是犯人活动的场所。那也特别像是不是被绑在那柱子上做惩罚的，也不知道。这块明显的这是一个瞭望岗哨。说这一个像大桶一样的东西是什么吗？这看不出来，谁知道谁可以跟我讲。这些东西肯定一看就不讲解也知道。刚才出了这个门，然后呢再走另外一个通道。刚才我看了那一段哈，就是犯人之内有等级制度，有一些低级别的必须要想上个洗手间，他得说老板我能去吗？就是 BAAS BAS 荷兰语就是老板，如果你不说的话就会有麻烦啊，有时候他们就会惩罚这些比他们低一级的狱卒。这边有参观的人走一个特别细小的通道，这个就是说 F D section， 就是犯人划分为，我现在都已经有 F 了，最开始是 A 到 D， 关犯人按级别关的。In the dormitory cells, those that they consider to be the rank and file, you know. So you've got 90 single cells, and then you have 16 dormitory cells. And the dormitory cells are... 它这个桶是接雨水的，这样的话它可以浇那个花园、洗衣服啊什么的，倒不是饮用水。我刚才猜了半天没猜出来。杀死了这么多人。1978年5月4号的 Kensington Camp 被炸了，讲一些历史。整个参观罗宾岛就是参观一下它那个监狱的这些房屋啊，还有这个 dormitory， 以及关押重犯的单间儿、样儿的，好像这里面还挺大的，真的建了很多监狱的设施。他也讲了，这边呢也关押了一些那个纳米比亚的一些什么政治犯之类，因为纳米比亚曾经被那个南非接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吧，纳米比亚成为德国的殖民地之后，那他抓来有一些都是特别年轻，所以就跟我们这老头他们这些学生关在了一起。刚才给我们介绍就是他们住的那个房屋。我们现在是从这块沿着一条线出来的，还真是得有人带着，不然的话会走丢的。里面其实这个监狱设施很大。我介绍一下，他说这个 picture 反映的是1980年的，这个拍下来看啥意思。这老头就走了，给我们从这门口送出来，然后大队人马就直着出去了。现在是1:52，我们结束了我们那个罗宾岛的这个监狱区的参观。实际上罗宾岛来就是参观它这个历史和监狱区。如果你不来的话，你参观过奥斯维辛集中营吧也行。这边的话呢，不是让你来 entertain， 而是来让你了解历史，看一看当时关押罪犯的那些生活场所和场景及一些历史。不知道这个大炮是啥，可以走到前面看一眼。我
我感觉现在那个罗宾岛得有75度，特别热，特晒，不戴草帽都不行，所以建议戴一个遮阳的草帽，穿可以穿裙子，再弄一个防晒的这个衬衫，防晒的这个薄外套，吸汗的就可以。从这儿出来的，直接就让你上船，根本不让你在这儿停留。我们就是上这条船，它都是安排好的，一个 ferry， 一个大 bus， 或两个大 bus， 三个。然后呢，参观完了以后再给你送回去，等人到的差不多了，就开船给你送出去。2:08